远哥，一会儿给你吃羊了。远哥好呀。你好，你好，欢迎欢迎，聊吧，来我拎着吧。好嘞。哎呀，你前两天做的那个驴排还有吗？剩了半盆，那谁给端走了？哎呀，又没口福了。今天呢，小叶和大姐来家玩来了，羊呢又是小叶带的，咱们今天接着做烤全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十一美羊的大姐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叶。好了，你们去屋里喝杯茶去，我干就行。好嘞，辛苦了。就有那毛，刮刮的。对，这是啥羊？滩羊。滩羊。啊，这个羊烤着还有炖着都好吃。嗯。放盆里。把这个辅料啊切一下，准备了葱姜洋葱香菜，倒入辅料，再来点花椒，来点盐，倒入清水，在这盐水里边啊泡一会儿。趴着，我看看朝哪边。你给我开个羊羊肠怎么样？你开吧，你开，我去你那儿买了。我觉得可以。羊呢已经保好，咱们现在准备上架开烤。来。走！哇，好香！哇，香气扑鼻。这羊已经烤了一个小时了，咱们现在改一下刀。这边烤了。改完刀以后，大概再烤一个小时。羊已经烤了两个小时了，咱们现在刷点酱。再撒点芝麻，关火。先把腿弄下来。哦，哇，这次这烤到位啊，已经脱骨了。脱骨了，脱骨了，我都要流口水了。看这个皮儿，来吧，尝尝。我先吃个皮儿。看这个皮儿干啥？哇，焦脆焦脆的。哇哦。烤五花肉弱爆了，就是真的好吃啊！最后这个酱真的神来之笔，哇，这味道太棒了！啊，难得难得！真的绝绝子了！我今天真是来找了，幸亏我今天中午吃的少，我就为了等今天晚上这一顿。来个羊排，来吧，拆羊。嗯，先把它拆掉。距离上次烤羊已经过去五天了。美丽啊！嗯，美丽，把这腿拿牢吧，提溜好。